可以吗？你所谓的不行是有干扰，还是说没有声音，还是说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意外呢？怀疑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化学以及易燃的一些塑胶粒，因此可能情绪相当的崩溃的。因此呢，其实许多媒体我们所在现场，我们都是尽量能够避免像这样子的画面出现。因此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厂房目前都还在爆炸当下，你有感觉到晃动很大？很严重，这不是晃动，是摇啊。好像就是很像东西这样推你，推着走一样，不是摇晃而已，是推着走。啊，我是在所谓是刚才在抄写资料，啊，要爆炸的时候看。冒白烟以后，就看到很多到六七个对面同仁就在外面有所流血，我说，因为他这个之前他们里面就有小爆炸的，因为不都是玻璃割伤嘛。好，OK。好。